各位海内外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、媒体朋友们。 2012中朝商品展览会交易会是本届中朝经贸文化旅游博览会的核心活动。 오늘 우리 인민은 경애하는 김정은 원수님이 혁명한 용대에 의하여 새 세기 산업혁명이 불들듯 높이 최첨단 과학기술이 성과에 기초한 생산기술 공정이 CNC와 우리나라를 계속 높은 수준에서 발전시킴으로써 경제강국 건설과 인민생활 향상에서 끊임없는 기적과 혁신을 창조하며 힘차게 전진하고 있습니다. 这一次啊，这个2012中朝啊，经贸文化旅游啊博览会，是丹东历史上第一次和朝鲜合作搞这么大规模的一次博览会。这一次博览会呢，受到中国政府和朝鲜呢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，应当说到今天来讲是盛况空前，取得了圆满成功。这一次啊，咱们丹东市委市政府啊对这个博览会呢。 是非常关心的，市委市政府啊，专门拿出来了资金，啊，用于啊这次博览会。同时呢，这个为了是这次博览会啊，这个更具有文化交流的这个色彩，我们邀请了这个万景台啊这个艺术团进行了表演。这个我们觉得呀，中朝两国呀是心血呀，这个凝成的友谊，老一辈啊这个革命家，那么是建立的这么一个良好的基础。 使得我们呢，现在能够在老一辈啊革命家呀这种友谊的基础上，那么发展起来。那么我们相信呢，这个随着啊，这个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我们两国两党啊，两国人民啊，更加紧密的这个团结起来，那么共同为我们各自的这个美好的明天呢而共同努力，而共同奋斗，也把老一辈啊革命家创造的我们这个传统的友谊啊。 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。来那个，这个还是啥玩意儿啊？三百吧，四百吧。